500块，500块，300了。你看吧，我跟你讲，他在拼了啊！我跟你们讲，我很了解。这一波结束，如果拼多少赚多少，就准备要休息了。这一波可能再持续个到十点出。300是赔钱的啦。拜托，那300赔钱了。我现在泰国也过300有无？现在泰国虾那么贵，一斤300-400了。现在泰国虾一斤300-400了。你去那钓虾场那个一斤400多了。不用要两份哦，没了，泰国虾没了哈，不需要两份。那这样卖的话就留不到，那这样卖法通常是留不到的。伊即摆都只讲诶，伊讲讲，伊恁爸讲，你们食我轻易会说，这个外面一片卖啊，小卖卖你80啦，2条，你3条，你4条，你5条，你6片300块，1条50块，6片300，来，我能不能挪个轻易无？你卖4件诶，拢无。